听恁咧讲的口气，甲恁爸爸已经好好啊。嗯，所以今仔日再特别叫我出门。那恁迄个你不介意的人，敢有带恁去？哦 ，no way， 我哪有可能会带啊？伊是阮爸，是阮爸。我咧对阮爸有足侪足侪包容，对伊我即马没有，还是个无多接受。啊，对啊，刚才你送我来啥？这就要说说一下，你作为一日导游，我请你吃饭，送你礼物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啊，不过拄只，你安尼拢唔免看，嘛唔免问，手凊彩一提，就提到我的 size 啊，而且完全合身呢，有够厉害啦！这就是大人的专业啊。其实我若是较早结婚生囝，我的后生即马应该甲你差不多年岁，所以我嘛就一看你的身材就知影你的 size 啊。哦，哇哦！所以你是用一个妈妈的眼光来甲我看。嗯，是啊。原来是安尼，嗯。可惜，我跟我妈较无缘分。你相信我，不管伊即马人伫倒位，拢会用伊的方式来驯服你。谢谢，多谢你。你上一次我真正足介意的，有介意就好。你要用汤哦，我给你看。不要紧啦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安姐，是你啊。我本来也惊讲，你敢会气我？气到无想要理我这个妈妈，今日无要回来，拄仔看你回来，我真正是足欢喜的。敢会当让我先讲？当然蛮用的，你讲啊。迄个时阵，我讲你是一个自私、利用不过的囡仔，去挽回查甫人生的可怜的查某。到即摆，我还是安尼认为。你讲咱忘掉，就算有天大的理由，我嘛不应该牺牲你。这一切拢是妈妈的不对。啊，不过你讲你是为着这个家才安尼做，这我嘛认同。搁安怎讲，你是为着阮三个囡仔，尤其是我，从来毋捌食过苦，受过啥物委屈，所以你讲的伊遐苦衷，我一点拢无法度体会。我茫讲，茫讲，你会通体会。我跟他求讲，我还没讲完。讲起来，我无多体会迄款的苦衷，是我好运，嘛是我好命。所以嘛，我真正爱感谢你。感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，让我这样无烦无恼。我若是生在别的家庭，我可能就无法度过这么好的生活。我冷静来了，我有慢慢的想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的爱情一个做老太太的本分，把这个家还好。
可爱打起做妈妈的责任，把阮这几个囡仔照顾好势，甚至可以面对爸的不忠。迄个时阵，阮阁遮尔细汉，迄个心内一定足艰苦的，煞无人通好讲。所以你一定是伫个心理交瘁的状况，才会做出这种选择。我真正是袂到，我会当听到你这么体谅的话。干那一直看到，顾虑到我家己的心情，我煞无去看到，为着要保护阮的你，已经伤痕累累啊！我若是连一点的苦衷我拢无法度体谅你，我就真正想要毋捌代志啊！你去做歹代志，拢是妈妈唔对，我做这么离谱的代志。你过那起来，我会丢脸替我想。我，其实是有人甲我开破，是温瑶。你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妈，你若是今日甲代志也压出来，你真正想伤济啊啦。经过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哪有什么资格能怀疑温瑶？就算讲你未感到委屈，要把事情压出来，妈妈也不会当讲。你敢愿意原谅我？不必啊。你是对阿姐做什么代志是无？阿婆，我来听你讲哦，叫阿姐不要原谅你啊。其实。无啦，啊，是嘛？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大主大姨把我的包包摕去修理保养，啊，阁叫我收起。啊，恁就可能为着一个包包，我惊讲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啊，阁讲啥物？爱原谅，无要原谅安尼哦。唉，这拢爱怪我啦。啊，迄个名牌包，我着逐工咧用啊。啊，雄雄找无，我着干妈写信地啊。啊，那真正是安尼哦，安姐啊，就是你也唔对啦。还是讲哦，啊，既然是你唔对，是安怎是你妈妈在甲你回信的？是我人在福中不知福，黑明明就是我十八岁。时阵马上给我成年礼的礼物，不管是新的，还是已经有磨损，都是妈的爱心。伊竟然阁加我生气的，不原谅伊。对，你会原谅我？我拢讲这么多啊，你阁听不出来哦？老虎必休假。我这个无好嫁妈妈，竟然有你这个一百分的查某囝，一定是天公伯啊！我真是老想好，因为只我一个，我一个心肝宝贝。妈，你外省来，你是99分的妈妈。嗯，加一分哦，是无想要让你输过桥哦。
以后你去原谅我，妈妈什么拢听你的。恁两个哦，在我心目中拢是一百分啦，啊！小兰姐啊，那你妈妈最近唔知安怎哦，就安尼多愁善感的啊，快点趁这个机会啊，给回你妈妈一挂。我来第一件事，房价不要你呀！林子谦，你今日敢同我唱一下咩唱子汉？我过来，让你母家安尼心肝头乱糟糟。是啥物唱子汉？啊，狗狗，歹势啦！我杨树声害你惊着，快紧啊！哥，我唔是要探听你的隐私啦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关着子汉，我是真心关心伊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拄则我听到你讲什么林子倩甲你呛声要抢志汉，林子倩是啥啊？哥，你敢愿意甲我讲？无得靠，我会当甲伊斗想办法啦。伊是志汉的亲生妈妈啦。志汉的亲生妈妈？啊，伊毋是生志汉时阵难产死啊？伊哪可能甲伊抢志汉啊？伊根本就无死，我是为了要保护子汉，才不得已变这公案。所以讲，你意思是，伊去做案啊？哥，拄仔听你讲话，你来卖场，我离不了一点发生的代志。虽然我酒量不好，啊，不过我想要陪哥喝恁一杯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一个消失十八年的人啊，要放手现在面头前，佫要甲我讨后生啊！讲到咧袂输，甲后生找倒转去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！真正是莫名其妙的，十八年来拢无关心这个后生，啊，即摆要甲子涵找倒转去。这种人哪有法哩遐尼大迷信啊？敢有道理啊？你讲看卖啦，是毋是憨狗的？哥，我是建议你啊，你要处理这件代志哦，先莫有情绪，而且该好好讲。毕竟林子倩伊是来者不善。我罗家峰敢有得惊啊？伊的肉骨骨卡那大啦。只不过是一个大二十五岁的美国老教授尔啦，啊！但即摆想怎，要叫伊也一个乖啊，啊！佮老年福利金，要佮咱永续集团拼心，还是要拍官司，做伊来话紧啊！我的律师团全面等伊。哼！阿哥，伊做得真清楚，你即摆身份，伊若是无爸，我相信伊嘛唔敢转来佮伊呛声。哥，你想看卖啦？伊当甲你读同一间大学，这就表示伊是一个真巧查某囡仔。伊绝对袂妄加提石头讲家己脚，而且其实嘛免准备啥，因为已经有上厉害的武器啊，就是深情。我若是伊哦，我就会为自然下手。伊若是能挽回自然的心，伊就无伊的法啦。啊！你讲到落落长哦，讲到袂输对方颜面都大个呢哦。阿哥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唉，算算去算去啦，这我的叔叔啦，我家己要处理啦。